知不觉呢，又到了一年的末尾了。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季节，因为总是会有很多朋友的聚会。那今天呢，就要跟大家分享如何在聚会中低调的惊艳全场。聚会之前，除了选择一个适合的穿搭和妆容之外，打造氛围感的重中之重就是我们的发型了。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造型神器，当当，戴森吹风机。你们看这个红色，是不是非常有节日氛围？吹干头发的时候，我喜欢用这个柔和风嘴，这样的话即使发量再大也可以快速吹干，它还可以降低风温12度，靠近头皮吹，这样的话不但能够呵护我们的头皮，还可以蓬松发根，头发一蓬松了，整个脸就会变得小。造型吹好了之后呢，要给头发定妆的时候了，这个时候就要用到这个神器了，新出的防飞翘风嘴。像这样给大家示范一下，这样的话单手吸起头发，抚平毛躁，头发就会变得非常的顺滑有质感。像我这样发量大的宝宝们也可以轻松搞定哦。一起 get 我的同款戴森 Supersonic 吹风机。